这个门现在已经拆下来了。刚刚呢，那个下面那三颗螺丝是这个，会用到 T20 的扳手。T20 的扳手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 T20 的扳手是拆下面这三颗螺丝，这三颗，这边，这三颗拆下来以后呢，再拆把手的这两根，把手的是十字的，把手的就这两边，这边跟这边，拆下来以后呢，把这个上面的这些线先移除，下面这些线移除之后呢，你看得到的这些线移除之后呢，门板就可以拿下来。我现在已经把门板拿下来，这个样子，我把它放在旁边这里，这是我拿下来。那现在的步骤二是这样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外框，这框整个螺丝要整个要拿下来，框拿下来。这几颗螺丝，然后呢，这两个这个洞呢，跟这边这个洞是玻璃，等一下要把它分开。玻璃分开来之后呢，这个接头，这个是电动窗的接头，这个要分开。那这一块就可以拿下来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一块拿下来的动作。等一下会有这个，这个跟这个也要分开。好，先介绍到这里。我现在要把镜头放下来，要做拆解的动作。